謝主啦！頭先我嚟到教會嘅時候咧，當牧師彈吉他嘅時候咧，咁我就眯埋眼投入啦。咁當我投入嘅時候咧，我就見到有十字架。咁我見到好幾次十字架，咁我就覺得個心情都好輕快嘅。咁之後牧師講完道之後啦，咁牧師為我祈禱嘅時間啦，咁咧牧師咧就扶住我啦，因為我被聖靈，我感覺我係有聖靈喺裏邊。搖晃我係搖動咯，咁咧嗰一刻咧，我又亦都見到十字架，一個好細嘅白發光嘅十字架喺右邊。跟住咧，到一段時間裏邊咧，我喺左上角咧又見到耶穌嘅有荊棘嘅頭。跟住咧冇幾耐，我又見到一堆火。咁咧就係、是一路牧師幫我祈禱嘅時間，我就一路係搖晃，係感受到牧師一路幫我。他用聖靈幫我，我感覺到我很搖晃，總之就係同埋好喜樂咯，個心情係好喜樂咯，係笑出嚟嘅，直情係感覺到係由心裏面笑出嚟咯。好感謝主，我真係感覺到嚟到呢個教會係被聖靈充滿。嗯，感謝主。咁呢個搖嘅力量就唔係人擁你啦，係咪？唔係人擁我㗎，係我真係感覺到係裏邊係搖嘅。係咯。嗱，呢個聖經都有支持嘅。在聖經啟示錄一章十七節講到，有人見到榮耀耶穌，他就即刻撲倒了。咁啊，掃羅追殺基督徒嗰時咧，佢咧就見到榮耀耶穌，他又跌咗地下。咁啲兵丁耶穌話：我係佢跌咗地下，即係神同在強烈咧，就會個人可以跌咗地下，未咁強烈就會搖動咯。咁最後嗰時候我哋祈禱，我見到你差唔多好似跌咁樣樣。係啊係啊，我都好驚，好在後面有張凳啫。係係啊。咁咧，但係最緊要就係亦都你裏邊好輕省啦，係咪啊？係係咁。喜樂啦，開心湧出嚟啦。平安同埋有喜樂嘅，因為我頭先係帶住沉重嘅心情嚟嘅。係。都冇諗過今日會嚟嘅，但係真係好感謝主係朋友帶我嚟嘅，但係今日都好經歷到神咯。我相信牧師今日同我講嘅道就係正正我嘅問題，就昨晚我已經係話我要離開神。但今天神就是透過牧師來跟我講中了我的問題，我相信是一定是神透過牧師來跟我講，多謝牧師，感謝主，榮耀歸給主。